啊，开机嗰时候咧，先开加热啊，设定到115度左右啊，然之后咧温度到咗之后，先开切刀，刀架，然之后再开机出，见到前边有料出啦，再开风机。如果风机提前开咧，到时候温度好难升嘅，啊。 咁你剛開機咧，就開到25到30之間嘅速度就 OK 啦。等到個温度降翻落嚟之後咧，你又慢慢提翻速度上嚟，啊就 OK 啦。嗰啲係咪入邊嗰啲紙啊？係啊。